哦，无闲几工啊，即阵会使小可休困一下。伫遮有精彩暗时新闻，主题分享，予你上轻松的暗头啊时间，请收听每天下晡六点半到七点的暗时报报。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每天暗时六点半进行到七点的暗时播报，我是主持人阿秋。好了，今天是礼拜三，礼拜三十月十一号，先来报告最近发生的重点新闻。报报，重点新闻。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表示，因目前仍处流感流行期，且近期疫情上升，并参考往年的疫情约在隔年三月下降，在延长扩大了公费流感抗病毒药使用对象，适用期限到明年的三月底。食药署提醒民众，如果买到品质不佳的鸡蛋，可拨打食安专线1919，或向县市卫生局检举。另外，也呼吁切勿以身试法，如果故意散播食安假讯息，造成损害公众或他人者，将面临刑责。报纸咯，来休困一下吧。为大家播送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帽子天后凤飞飞所演唱的《往日的恋情》，到阵来欣赏。心中仰望蓝天，仰望蓝天，为你超怀念，我等着你见面。对你的一颗真心永远不变啊，永远不变。穿梭花丛，往日有你陪我漫步，旧情在心中。阵阵微风，阵阵微风带来爱的梦，留给我意浓浓。往日的年轻浮现在我心中，啊，在我心中。在心中，仰望蓝天，仰望蓝天，为你常怀念，我等。
着你前面，对你的一颗真心永远不变，啊，永远不变。带你回来啊，欸，来啦，欸，帮我转看看，AM 738渔业广播电台啦。咦，没声呢，阿公。不，试看看AM 1143，也是渔业广播电台。好，也是没声呢。还有，宜兰15593千赫。好，阿公，你安尼哪有可能转有啦？哦，对啊。啊，咱这全无啊，因为咱这是南部。唔是啦，阿公，你这台收音机吼，哪有可能转有啦？你根本无到电池嘛。哦，安尼我唔着搁爱去买电池。买，搁爱顺续甲你买面哦。唔是啦，我是讲面啦，面买电池啦。阿公，你手机啊，甲伊摕出来。喏，伫遮。来。我们来去后，渔业广播电台的官网对线上即时广播改点落去。24点钟的好处边，企业广播电台 AM 738。你看，安尼就听我呢。企业广播电台 AM 738 1143依然15593千赫。企业广播电台官网。首页特点线上即时广播也听得到哦。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老婆你看我肚量这么大，是不是很贵气啊？你呀，作息不正常，高血压又萎鱼肚，什么贵气，搞不好是代谢症候群啊。腰围血压血糖超标就是代谢症候群了，尤其是男性腰围在90公分以上，女性80公分以上就要多注意啦。可是我早就超过90公分了耶。胖子回头金不换，从现在起就要吃得少盐少油，还有要运动。是老婆大人。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唱鱼儿水中游，可是鱼是什么啊？诶，是不是恐龙啊？应该是吧。海洋遭破坏，鱼儿不再来，网开一面，鱼儿更自在。渔业广播电台，请您正视海洋生态环境保育，不过鱼，不污染，栖地不破坏，别让下一代不是鱼滋味。抱抱，醋里单丸。欢迎大家回来暗时报报，我是主持人阿秋。好，礼拜三要来讲到的主题是林木议题，再来讲树啊，讲森林，讲草啊，然后这就是林木相关的主题。来关心到一个林业署官方网站顶头的一个消息，然后是讲到贴近国产材的美好，北台湾第一间国产材体验馆从森登场喽！哇，那如果想要亲近大自然的人呢，就可以来到这个，这是在台北是吧？
啊，对，台北市大安区这边啊，有一个从森的国产材体验馆哦，欢迎大家来这边玩。来来来，无奖真答吼，又得不奖诶，大家嘛是讲又去买了吼。农业部林业一级自然保有署，伫咧几年诶阵，宣布着国产菜元年啊，啊，什么时阵啊？国产菜元年就是1906年哦，又得不，又得甲你拍拍手。啊啊，来，这个元年了咧，就启动着人工林产业振兴。积极推广台湾木竹材使用，所以我们拿起插头你要来丢啊咧，冒生啦！哎，个古早阵不是大家用那种这个竹编的嘛，竹编椅啊，竹编篮啊，啊，亲像啊，小进前去写这个箩筐会啊，冈山这边都有箩筐会哦，很多的这个篮子呢，或者是这个叫什么，很像木胎的那种东西啊，那些都是用竹子所编织的，所以竹材的也是一个很坚韧的一种素材之一啊。那么随着安尼啦，愈来愈进步啊啦，咱对插头的利用咧嘛是愈来愈多啦。今年咧除了透过这个木艺的教育推广吼，木艺啊，每一年嘛会举办着森林市集啊，啊嘛会参与国际的建材展，设置国产材台湾馆等等吼，这种是算大型的活动啦。为着的就是要提升着国产材的品质，还有产品的能见度。所以听众朋友，若是想要来了解到咱的国产的插头啦，若是讲竹啊啦吼这些国产材的话呢，就会使来这间这间就是林业署委托着专业的团队，伫咧台北市金山南路总督府山林客宿舍群家拍造北台湾第一间的国产材产品体验馆，叫做从森，从森啊吼。从就是两个人啊，这个是不知道是不是简体字吼、哦。从森，森林的森啊，吼，从就是两个人呐、啊。好，这民众咧就会使伫遮透过咱的五感呐、啊，五感视听嗅味触这五个感觉，以着轻松啦、趣味的方式啦，来体验着充满着国产材的一个空间呐、啊、气氛呐、啊。好，另外数目表示使用着咱的国产的材料、插头啦、竹啊啦，减少着运输过程的能源，而且消耗个碳足迹吼，较保着无伤害着这原始森林，所以咧有非常大的环境效益。啊，除了这以外咧，这插头的材料是用再生的自然资材啦，也嘛是有一挂啥物。吸光性吼，吸光性，还佫有吸阴性啊，吸阴性，唔那会使减少环境光对咱目睭的伤害咧，嘛降低着室内的噪音啦吼，嘛会使调节环境温湿度哦，所以咧，用咱的国产的插头咧是非常好诶，好处多多。那你像咱插头嘛，这个散发一挂咧自然的芳香啦，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繁忙的生活中呢放松心情呐、疗愈身心的对啊。你也不要说嘛，鼓励大家来使用国产的插头啦、竹啊啦，这些材料啦，用行动来落实着绿色消费，享受插头啊，够竹啊空间带来的健康也够舒适。那么咱就要来详细说明着重生这个空间内底咧有分做啥物款的主题咧，有规划着四个区域哦。第一个国产材展示区，展示着六种常常看到的国产插头，比如讲红块啊、台湾山啊、柳杉、相思木、大叶桃花心木，还有樟木。
哦，可能做长老丸那种哦，长母啊，恁就会使近距离来观赏到即个哦插头的一挂细节啦，较油的无，像迄纹路啦、年轮啦，哦，加深对即个迄个插头的理解啦。啊，第二个所在叫做沐浴体验区。沐浴不是叫你洗身躯哦，是木头的木，教育的浴啊，沐浴体验区，唔通烫衫烫裤哦。这是一个洗脚即个插头即个材料哦，互动的一个空间啦。大朋友佮小朋友咧，拢会使伫遮亲身来体验，对于佚佗的当中来学习，也佮有探索木材的奥秘哦，一挂秘密，无你知无，伫遮就会烫把体，互你看看。好，那第三个所在叫做木竹廊道。伊是用森林意象的概念来设计，透过自然的采光，体验走入去这个树林内底的感受。第四个就是情境体验区，是以国产的插头啊，佮有钓下的这些材料咧，哦啊，衍生几啊种的这个家具啦、家饰啊、装饰品无啊，佮有文创商品，营造出具有质感而且悠闲自在的氛围，被拍着好人心情感觉真好的居家环境。哇，所以呢，你若是种喜欢这种大自然的物件吼，自然天成的东西呢，就可以来这边观赏哦，体验进入丛森这一个这个叫体验馆，然后国产材体验馆丛森，来再来加铁佗嘞哦。好啦，那么以上呢，就是甲大家介绍到一个北台湾的这间国产材体验馆丛森的相关消息啦，大家有兴趣的咧，就可以到丛森去走走哟，亲身体会一下国产木竹的独特美好。而且呢，我们是用永续消费行动来支持友善环境的绿未来。大家拢知影，这永续经营啊 ，SDGs 已经开始咧慢慢延伸哦，蔓延啦。啊，大家这个全世界以后都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才可以生生不息永续经营啦。好啦，那么先介绍到这吧，这是有关丛森的相关资讯。先来休困一下，来听一首歌曲，是高胜美小姐所演唱的《年轻人的心声》，大家再回来欣赏。
孙诶，这支手机啊有够俗啦，你帮我订一支。等一下，这个网站怪怪呢。袂啦，这种的广告常常看到啊。阿公，这支手机啊明显俗遐尼啊济，啊，搁会当货到付款，七天内无满意，搁会当退回。啊，不过无写公司的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哎呦，好家仔，你有够巧呢。阿无哦，都去用便宜啊！以防诈骗，听看听，消费买物件才放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我今仔日收到国民年金保险费缴款单，金额直接减免一半呢。哦，我知影啦，这是政府为着疫情以后加强照顾国保被保险人推出的保险费加码补助，112年四月到12月份的国保保险费，在114年10月31号之前缴纳，就享有政府补助保险费50%的优惠哦。哦，安尼我要马上去纳，会当现省一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Hello， 欢迎回来暗时播报，我是主持人阿秋。好啦，继续来讲到咱今天的主题是林木议题啦。刚才咱给大家介绍的是伫咧北台湾第一间国产材体验馆，叫做丛森，两个人的丛，森林的森呐、啊。哦，那怕袂出来的，再用下用威啦。啊，这个丛好像是简体字的这个丛啊，丛森。那么在这里再来留一个他的这个展览的消息啊，也许呢有很多人想去看啊。展览的资讯呢，地点就是在台北市大安区金山南路二段203巷28跟30号，哦，好像蛮大的哦。台北市大安区金山南路二段203巷28跟30号。那可以入去看的时间是平常时的话，就是早上11点到下午的5点，早上11点到下午5点，是假日的时间的，早上11点到下午的6点，早上11点到下午的6点。小馆哦，有小馆哈，别走不对去，还没中哦。小馆是拜一到拜二，哦，拜一到拜二不好去啊，那是小馆的时间。农历除夕嘛是小馆哦。啊，那是讲有停班停课吼，天然灾害停止上班日呢，也是没有开的哈，这种要注意一下。第四项网站的资讯，会使上林业保育署的官方网站去做查询。这就是以上丛森的展览开馆，还有这些时间的资讯，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咧。唔知道大家有闻过迄个快木的味无？真正叫芳的无？迄就叫做高级木材啦，真正袂歹袂歹。有插头咧，做成家具咧，使用真久哦、喔。可能对老祖先迄代无，爱、啊、一直用到即马啦。所以讲咧，古早的物件咧，真正是较价值啦。所以咧，使用国产材呢，它的好处就是比较环保啦，而且呢，是我们自己经营的，算是在地的材料啦。而且呢，也可以减少碳排量啊，这个是大家都要要求的啦。好啦，那么时间关系，最后再播上一首歌，就会来结束，叫做《辛晓琪的领悟》，多么痛的领悟，你就是我的全部。大家再回来欣赏。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